文化节暨传统体能竞技系列活动，将于10月6日在县立体育馆圆形广场举行。县长王惠美与彰化县议员陈荣美邀请大家一起来体验热情精彩的原住民文化。我们的长老们一起来做这个祭祖的一个祈福的一个这个典礼哦，最主要是希望能够把我们的原住民文化继续传承下去，透过祖灵的一个保佑，让我们在彰化县境内的所有原住民的朋友都能够丰收平安快乐过日子。彰化县呢是一个非常这个多元族群的一个地方，我们除了有闽南、客家、原住民，那原住民的部分呢，16族里面在彰化也有15族哦。那可以说各个的文化非常蓬勃。我们后续呢，除了说大家的传承之外，后续我们也希望把原住民的文化介绍给更多我们呢在地的这个学子们，让他们能够更加了解原住民文化，一起融合。那让我们呢孩子们能够多样的来学习。当然我们还是以联合丰年祭，毕竟我们彰化原住民人口不多，但是族群多所以我们都是秉持着过去的这个方式呢，我们是用这种大家互相包容互相学习的心态来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王县长化身阿美族朋友，以板奈县长之名与原住民族朋友一起体验丰富的文化精髓。原住民乡亲为了向崇敬的神灵感恩赐福丰收，今年组成了7个队伍参加传统体能竞赛，希望能呈现最美好的文化特色，活动精彩可期。欢迎乡亲10月6日来彰化看表演、吃美食、庆丰收。公益频道林义俊彰化采访报道。